这个四大哈、哦，各位天贤，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为什么称大？它就是哦，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哦，在梵文呢叫摩诃啦，哦，摩诃啊叫大，大呢已经啊充塞到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身体的构造哦，水有风土这个四大。那四大呢、哦、整个宇宙虚空啊全部呢都充塞都有、哦、这个四大。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地啊、哦、有坚性、哎、这个所有风土这个地啊就属于土、哦、那个土啊就是地、哦啊、有坚性，然后水啊、哦、有通性，那么佛有厌性，风呢有动线，那么在人的、哦、身上呢四大和合、哦、所有风土啊和合、哦啊、借我们用、啊、我们呢都要还给天地、啊、所以各位就是要在、哦、这个四大和合、哦、借我们用的时候、啊、好好的把、哦、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能够修正哦、能够、哦、使它恢复到本来、哦、本来很光明、哦、可是、啊、我们落入凡尘六道轮回太久就沾了很多的尘垢、哦、佛性里面、啊哦、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现在、啊、可以说呢我们都不敢、哦、否认、啊、自己有、哦、这个脾气毛病、哦、那贪嗔痴、哦、三毒以及慢就是骄傲、哦啊、疑怀疑我们现在呢都具备，可是我们佛性里面、啊、都没有、啊、所以在、哦、四大假合借我们用的时候、啊、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把佛性所没有的、啊哦、把它去除掉，那佛性本来有的、啊让他回来，我们佛性呢、啊、有慈悲喜舍、哦、这个四无量心，可是、啊、我们现在、哦哦、虽然、哦、不敢说没有，可是我们具备、啊哦、慈悲喜舍都不多了、哦啊、所以、哦、要回来整个、啊、慈悲喜舍、啊、都回来、哦、慈、啊、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啊哎、就是慈，然后悲呢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拔掉、哦、这样呢就是悲、哦、所以啊我们一成道啊、哦、以后啊啊那个称谓都称大慈大悲、哦、就是能给众生啊喜乐，能把众生的苦啊、哦、把它拔掉、哦、所以大慈大悲。那后面两个啊、哦、许舍那个喜啊、哦、水喜功德啊是无边，可是我们在凡尘生活啊可以说、哦、这个喜啊、哦、很切切，我们都、哦啊、假如说是看人家好的时候啊我们会羡慕，那羡慕的背后、哦、就是嫉妒、哎啊、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呢那个水喜的心啊没有、哎、都是嫉妒哦啊、这样的话呢、哦、有损伤、啊、我们佛性本体、哎啊、所以、哦、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呢、哦、就能够、啊、直接培养、哦、随喜，看到人家好就像我们好一样、哦、不要这个嫉妒、啊哦、不要排斥。那舍呢、哦、我们就是了解、啊、舍就是布施啦、哦、我们能够、啊、舍、哦这个舍、哦、钱财，舍我们所有、哦、舍我们呢、哦、所认知的上圣佛法、哎、然后让众生、啊哦、能够得，那这样呢、哦、我们这个都具备、啊、慈悲喜舍、哦、就可以培养、哦、我们那个、啊、整个、啊哦、佛性本体的光明、哦、让它呢都恢复本来。所以四大和合啊，哦，方成一体。那么所有的哦，皮肉筋骨哦，哦，交成一身，
名啊叫地大，所以啊这个皮肉筋骨啊就是土地。那么筋炎尿水尿血滋润啊一身名呢这个水大，暖气啊均容温和一身呢名佛大，动转思维运用一身啊名风大，四大调和一身啊安乐。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只要一大不调啊，百一病生；那四大不调啊，四百四病，有404个病。所以我们人生在凡尘啊，生病啊是很平常、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精神方面啊，我们能够。就是保持得很愉悦很快乐那一种状态四大呢就很容易调和水有风土啊都不会过多过少。那只要这个四大之中啊一大出毛病了我们身体啊就不舒服。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啊这个我们49了因为我们持斋啊蔬菜吃得多比较会这个寒身体比较寒冷。所以在涅槃经啊佛就说我们身体假如说呢太寒冷的话吃呢蜂蜜。蜂蜜啊就可以治疗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寒。所以有一些这个社会人士啊他说蜂蜜很冷啊你再吃。已经身体寒了再吃冷，我说那个佛说的啦，那或许本身呢也这个就有实用，真的可以改善了，改善了我们这个素食方面，那因为或许有一阵子都这个三餐啊全部就只有吃菜，也没吃饭也没吃面，拢食菜，所以啊变成寒又加剧。寒啊要更厉害，那我们里面寒外面热只要你晚上睡觉盖着棉被啊热，那你身体啊就会产生痒所以啊这个身体的毛病就呈现结果后学因为在写涅槃经就看到这一段或者就去买蜂蜜又很便宜啊那个一小瓶才140块然后就回来吃吃了就马上见效了就把那个寒啊真的能够去掉效果啊很显著所以啊或者就在讲课之中呢把它讲出来。假如说我们有热病了身体啊都热发烧那喝牛奶那身体假如说有风病呢这个吃啊酥油。所以佛在经典里面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了现在我们还可以用。所以四大调和啊一生啊就安乐。我们四大不调啊404病404个病啊。所以我们不变真的也是不容易啦。所以养生呢也是需要。可是啊养生呢我们要先把那个重要的主人翁啊心性要把心性啊先调好只要我们心性啊能够很健康的身体也大概随着很健康啊重点都是在心我们现在呢了解说生活在凡尘啊那个范围都不宽广啊变成啊我们很容易啊就有那个忧郁症的产生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宽广见解啊太狭隘那我们可以啊推展我们的那个生活圈能够啊多跟整个大自然接近能够跟大自然接近啊自然啊我们那一种这个忧郁啊精神方面啊会舒坦就不容易啊忧郁症呈现那我们参与整个大社会之中
就是贡献我们的心力、体力都还可以的时候啊，都、帮助别人、自己心里面很高兴、就可以、减除很多的病痛、所以、我们把、这个、窝在家里的那种情形、可以把它呢、扩散、打到呢 整个、那个野外的这样呢，对我们生活呢就很有这个帮助。那四大不和啊，变生变苦，就是我们四大不调和的话，就会有那个变苦产生啦、所以这个是大部分在讲身体有形有相方面。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形有相的身体呀、是从无形无相啊。指挥、所以我们无形无相、才是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能够明心见性、修心养性、对我们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大、所以、这个是讲、四大论、所以故名、叫做四大、这个是第三十九章。那么第四十章呢、那个孝顺、孝顺论。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云何呢？是孝顺，怎么样啊？才算是孝顺？那释迦牟尼佛回答，孝则这个慈也，顺则啊不逆啊正理也，不违逆啊这个正理，所以这个孝就是慈。那这边呢，我们大部分啊，这个理解从文字来说，慈啊都是长辈啊对下下辈说讲慈慈爱那晚辈啊对长辈啊都是孝所以孝慈。可是佛回答呢那个慈啊它就兼备了，不管是长辈对晚辈或是晚辈啊对待长辈都是施以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慈啊娱乐给人家快乐这个晚辈啊给长辈快乐，长辈啊给晚辈快乐这个很重要啦。只要是这个能达到啊给予快乐啊那个啊就是慈那我们能够呢这个大慈从啊佛性发挥发挥大慈那顺着啊，就顺着天理不逆啊正理正确的真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能够顺着天理顺着正理这样啊，就连这个整个天都不违背啊不违背啊这个天道。那么有孝慈者啊不伤生而自佛。所以就讲到不伤身，就是啊我们假如说这个三餐吃饭，说这个佐餐的菜啊，假如说是有那个生命之物的话，那已经呢就伤身了。所以我们讲说不伤身就是啊不吃那个有生命的身体。这个我们有时候啊就了解说社会啊要实现的话就蛮困难，因为大家都认为啊那个就是要给我们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理啊已经是不合了，因为它也是众生，只是它因为啊累世做得不好，所以才转世啊当畜生，转世啊那个啊比较那个下贱的动物那一样是众生啊，所以我们不伤身就是不伤害他不然我们吃啊那一些说要补身体啊这个长辈都是说这个晚辈没有吃分的话这个都不够健康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观念问题啦，都是我们观念。那因为我们都有吃那个生灵的东西呀、所以我们就这个一命还一命要无尽止的来还债。
就从我们这一生来算就可以，累世啊不要算。我们这一生呢还没有求道，还没有清果之前啊，我们吃了多少？各位有没有算一算啊？我们吃了多少的生莲？真的那个啊，无量无边呐、啊，算不出来。那所有的众生啊，都是爱命。那我们把他的命啊，把他杀了，我们吃了，一命就要还一命啊。没有那个说我很喜欢给你吃，有没有这样？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一命呢还一命那个是天理呀上天的真理。那所以我们呢了解说以往不知的时候啊，就吃了很多的生莲那现在呢，我们啊尽量的在还有生之年，还有能力之下，我们尽量的我们呢不结恶缘，然后啊尽量的还债欠了众生啊都能够速食只要欠一位众生速食，他呢真的能够牵口了，那就可以断了他杀生莲的那个机会所以啊就建立啊无边的功德那我们以这一种赎罪的心情啊来这个行持那个啊效果啊会更显著所以我们了解以往已经过了，可是往后啊我们可以掌握那往后啊我不跟下等众生啊绝恶缘，绝对不吃他的那个身体，然后啊我们又欠很多的众生啊又能够牵口又能够使这个整个啊我们大的环境啊能够清净这样呢叫净佛国土清净啊整个国土，国土之中啊最理想啊就是不杀不稳杀连听到杀的那个声音都没有所以啊是一个很理想的佛的国度清净佛土所以我们了解啊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就可以啊实现真的可以啊整个国土啊都很清净都很庄严庄严佛土，佛就是心，土就是地佛土就是心地啊，所以我们的心地啊只要是进入佛世界，那所呈现的啊那整个啊都是祥和没有暴力之气啊。那我们了解说灾难之来啊都是啊暴力之气所形成，那只要是祥和那个暴力之气啊就消失，那消失啊灾难啊就消弭没有了，没有灾难所以啊这个住在北部啊，昨天就是今天清晨啊说四点钟的时候地震啊，各位有感受到地震吗？没有啊，真的有吗？在睡觉好像有啊所以啊我们都不知不觉啦那假如说又太大的话像那个这个我们那个吉吉大地震啊921不是有2300个人死亡吗？有无数的那个房子都倒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学都说那个时候啊那个2300个那个众生死亡，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依赖大地，不要依赖房子，他因为依赖大地啊大地震，依赖房子啊被房子压死。所以啊各位先贤，我们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啊不会生不会死永远都在，只怕我们啊没有使他恢复光明，走入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使他光明，
他可以回到本位。那回到本位啊，我们每一个都是佛，哦，都是菩萨，所以我们啊要了解到，我们之所以没有做佛，哦，就是我们啊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啊？愿意。所以啊，愿意做佛的话，就要做佛的事情。佛就是慈悲喜舍。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慈悲喜舍？我们想想看啊，我们有没有哦那个佛的行为做法？有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哦，都斤斤计较。佛会斤斤计较吗？不会。那我们为什么会呢？嘿，那个就是我们习性啊，习惯性。习惯性哦，你不计较就很难过，哦，就看不顺眼，哦，所以我们修道啊，哎，就是要跟自己作对，什么事你都看得顺眼，不合理的事啊，你也看得很顺眼，是不是很难做？哦，就是很难做。可是啊，修道就是要这样。当你能够把那个很不合理的你都看得顺眼，哦，那你遇到，哦，你也不会有什么，哦，特别难过的地方，啊，所以就已经到达，哦，那个佛菩萨没有分别心的状态，啊，所以因为佛菩萨他没有分别心，所有凡尘，啊，都是一体，啊，所以已经到达这个状态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分别心很浓厚，哦，很会分别，哦，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当众生啊，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它差别在哪里呀，啊，我们才有努力的方向啊。哦，差别在分别心，各位姐姐，哦，分别心啊，从哪里出来？从我们内心出来啊。那我们的内心怎么会产生分别心？从我们的累世啊累积的经验而来，哦，你没有分别的话，你要吃亏了，哦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就是由，哦，以往的生活经验累积下来的分别，就是要自私自利。哦，甚至于拿，哦，古时候人说的，哦，人不知，我们人不自私的话，天诛地灭。哦，说的这么厚，哦，这个哈，哦，名正言顺呐，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把它解说另一个角度。我们假如说不修正成佛的话，天诛地灭，是不是不一样？哎，就是你要努力修，你很自私的努力修，要成佛。成佛做什么？度化众生。哦，所以这个自私啊是被允许的，哦，就怕我们不自私，怕我们不成佛，哦，我们不成佛你度不了众生，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哦，要使众生啊都能够成佛，都能够成道。所以佛学都说啊，哦哦，只要你听我的课，哦，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你没有成佛我再来陪你，哦，不是说了很多次吗？哎，都一再的说，哎，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呀，啊？台北的道亲前贤都说：“哎呦，你的身体又这么坎坷，时常都在生病啊，啊，怎么又发这个愿呢，啊？啊，完全不好了，不要来了啦。”我说：“哦，那个身体不好都是短暂，哦，佛性呐，啊，没有不好，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佛性呐，啊，哎，都是啊，哦，不生不灭。”哦，不增不减，哦，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的佛性。哎，我已经能够把常住真心呐，啊，哦，都呈现。那已经有常住真心呐，啊，很快乐啊，常乐啊，那个我就是佛啊，常乐我净清净，常乐我净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呈现。那常乐我净啊，就是佛的果报。他已经都呈现了，哦，都在日常生活之中，我怎么不敢来啊？哦，所以是很乐意，可是你要努力修啊，
只要你还没有成道成佛，我来陪你，来陪你修道，就是啊，璎珞，千金，绝对啊，兑现，所以一定的你来修。所以我在教人的，我说的全部都是要人家成道成佛，没有别的啦，就是要你成道成佛，就是要这样。那我们成道成佛不困难，各位都听了这么久，今年第五年的啦，各位先生一转眼第五年的呢，就近了老师开始还跟了我们约束三年，三年到的时候啊，竟然跟我们说这个是初级班，我们现在进入中级班，又三年，各位都三年都一直忍耐要办大型活动，都因为老师的约束啊，所以没有办，现在又要三年，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已经四年多的熏习呀，绝对没有白费。所以我们真理听得进去，所以啊，你拉一个凡尘人士来听哦，他坐不住啊，哎呦，这个在讲什么啊，我完全不懂哦，这个浪费时间，所以他坐不住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虽然呢大开啊佛门，可是啊，假如说无缘，佛都不度嘞，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所以我们要没有没有缘啊，我们自己决定哦。这个祖先有德哦，使我们求道了，我们又来研究啊性理心法哦，这个是最上圣的。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啊有浅显问啊，这个七法财跟七宝啊有什么分别？我说七宝是我们身体要用的，七法财呢是佛性要用的。可是我好像说了少一个啦，就是那个舍，闻、信、戒、定、精进、舍、惭愧，七法财，这个是我们的佛性要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佛学把闻啊摆在第一个，因为你能够听到上乘佛法，你才知道怎么修可以成法成佛成道。那你假如说没有得到这个法，我们佛老师都一直强调修道啊贵在心法，贵重啊就是心法，你没有心法你没有办法修正成道成佛。所以心法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心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啊，我们从日常的生灭心，生灭心啊是佛性的功底功能作用，它不是别的啦，不是我们仇人，所以你不要把它看得呢它很就是恶劣，不会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可是我们追啊是追本体，那本体啊佛性本体啊它呢永远不变，可是作用啊只有呈现一次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日常所用啊是功能作用，我们追啊是追佛性本体让我们能够很透彻知道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可以成佛，怎么样可以成道那或者又一直强调历代的这一些啊修正者成道成佛者都从心性啊修成从明心见性啊修成佛道，从来没有从事相事情跟形象啊修成道的没有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从心性下手，从心性努力完全透彻的了解性理心法透彻的明心见性所以各位先生，明心见性不是成佛，而是修道的开始我们修道就是修心性，心性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凡尘用的心，生灭心我们要用应付凡尘事，然后啊修道的心啊要用真心，要用不生不灭的那个常住真心来修，他才会成道
好，那我们找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呢，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就可以哦，在心里面笃定的，哎，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因为成佛成道就是常住真心哦，常住真心成佛的哦，我们的生灭心呢、啊，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成不了佛，哎，所以一定哦要找到。那或者都跟各位讲哦，常住真心哦，要找它不困难，只要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哦，你的常住真心呢、啊、就呈现哦，不困难。而且我们很多人也都哦能够体验到。那我们上个礼拜哈、啊、就一直讲哦，这个万年放下不容易做，就是因为我们对万年的内容啊不太熟悉。所以啊，我们就从根源讲，有没有？上个礼拜听了有没有比较了解了？没有啊，点点呢？哦，从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哦，所以啊，六根呢，哦是因，哦六尘是缘，因缘回合，哦已经汇合了。哦，它哦一年合合，然后啊产生我们的六识，那个六识啊，哎，就是从一年合合所产生六识啊，就是我们的心呐、啊，生灭心、认识的心，它会变化，因为哦这个六根六尘啊，哦也一样都会变化啊，所以它不是常住哦，会变化。那我们知道哦，它会变化了。哦、就可以、哦、我们呢还在凡尘生活要运用，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在追求真理方面、啊哦、先要把它分清、哦、有那个凡俗的、哦、那个俗谛、哦、有啊出世法的第一义谛，所以第一义、啊哦、就是一真法界、哦、它完全都没有分别哦、所有的一切、啊、都归入、啊哦、一真法界。可是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就有很多的、哦、需要、啊、我们去分别、哦啊、所以那个、啊哦、是我们的、哦、佛性功能作用、啊、我们知道、哦、它是功能作用，就不会、啊、住相，那不住相、啊、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呢，我们、哦、不造业了，就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这个解脱啊，是我们自己努力、哦、只要不住相离相、哦、那我们研究金刚经啊、哦、里面就、哦、明确的记载、哦、这个我们能够啊若离之相则明啊之佛、哦、所以离相啊就是佛。那我们为什么、哦、没办法离相，就是把相啊当成真实啦，所以才会住相。那了解说相都是因缘和合，因缘际会、哦、才呈现、哦、因缘消失、啊、就没了、哦、所以、啊哦、了解说只要是因缘和合，当下都是空。那我们已经了解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空，所以、啊、万法皆空、哦、那我们后面还要加一句、啊、空性啊即是佛性、哦、所以万法皆空的那个空啊，我们就要了解说它是实相、哦、万法都是假相、哦、然后皆空了以后、啊、进入实相，那实相啊就是第一义谛、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所用的、啊、都是假，可是啊我们、哦、进入到实相的时候啊，一切都是真、哦、不假、哦、都不会变化，所以、啊、就是实相。那我们所追的、啊、就是追实相，只要我们能够呢、哦、追实相，就可以、啊、脱离凡尘的之有、哦、就是所有的有。那我们了解说、哦、三界、啊、叫三有，详细分的话叫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啊、就是三界、哦啊、为什么称呼叫有呢，就是有因有果、哦、就是已经在凡尘、啊哦、在流转，有因有果。
那我们修道呢，就是要走入啊无空哦，就是没有，一切都没有，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的，就是走入实相。那走入实相啊，就不变化。那我们不变化哦，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它才哦不变化。那只要有现象呢，它都会变，它都是虚相哦、假相、幻相。那我们被这一些呀、啊、哦虚相、假相、幻相迷惑，我们被它迷惑了，所以我们才起惑造业，由这个迷惑、啊、然后才造业。那因业呀、啊、就受苦哦，就要接受哦那个苦报。那假如说我们都知道哦，所有一切啊都是空的，全部啊都是空哦，都没有哦实际的事。那假如说知道啊，我们就不住相。所以啊，我们研究真理啊，就是要了解哦它怎么形成，怎么来的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真理来的。那了解真理哦以后啊，这一些要使我们产生啊行动的哦那个因啊消失哦。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啊跟人家争执。那争执的原因呢、啊？哦，就是要了解，因为有我相，所以啊才争执。假如说我都不存在，哦，四大假而是天地的东西，天地的物质啊，那个不是我。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跟不跟人家争执？已经都不会了。为什么？那都假的啊！哦，全部让给你好了。哦，都不争，都是假，再怎么争啊，哦，到最后都是啊不可得。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喜欢跟人家争。哦，我们要知道，你在现象哦，你争赢了，你失掉啊，哦，很多东西。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那个得失啊，在我们一念之间。哦，那我们所得的现象，哦，失掉了无形的佛性。我们呢、啊、得到哦，这个好像表面呢、啊、很风光，失掉了浩然正气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在哦天地之间呐、啊，哦这个啊这个顶立呀、啊，哎就是头顶天脚立地呀、啊，哎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靠的啊就是浩然正气。没有浩然正气啊，我们跟禽兽没有两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哦，在凡尘就是要有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的由来哦，就是由你的认知，你认识了，你知道了，你去做，从来都不哦占人便宜哦，而且帮助人，你的浩然正气啊才有，才会跟着你。那所以后学都一直讲，哦，我们现在因为人烟稠密呀、啊，人啊吃得很密，所以呀、啊，那个魑魅魍魉，哦，我们老一辈的说魔神啊，跟魔猴啊，哎，现在年轻人哦，大概都比较不知道，哦，因为我们哦人这么多啊，他都不现象，哦，不呈现给我们看，那只要是人烟稀少。他就会让你、哦哎、知道有他的存在。那魑魅魍魉、哦、他跟人没有烟仇，所以啊当他来作弄我们人的时候啊，是他玩弄我们啊。那为什么他会玩弄？就是因为第一个没有浩然正气、哦、第二个、哦、没有善根，第三个、啊哦、就等于啊他一点善心都没有哦。第四个，他佛性啊黑暗，所以那个魑魅魍魉啊，哎，他就会哦跟他开玩笑。我们是受不了那个魑魅魍魉的玩笑啊，哎，我们受不了哎，哎，他假如说做我们一拳啊，是没有形象啊，可是我们已经受伤了。赶快啊找医院哦，你这个检查的数据啊，医生说你没有病，
各项都很正常，可是啊，你跟医生说，哦，我很难过了，医生找不到你难过的原因在哪里。可是你研究真理啊，你就知道你的原因啊，就是被魑魅魍魉做了一拳，就是这样。哦，那个啊，真的医生找不出来了。可是我们可以很哦清晰哦明哦明显的知道，就是因为本身呐、啊，哦，就是太自私自利，哦，没有浩然正气，哦，佛性啊没有光，没有累积呀、啊，哦，那个善，哦，魑魅魍魉才会找上身来。我们甚至于呀、啊，哦，会这个上面啊。哦，或者都讲过好几次啊，哦，那个观音瀑布啊，跟那个哦，那个天佛院后山啊，那个逃兵死亡的消息，那个都是被魑魅魍魉作弄。那魑魅魍魉并没有跟他们冤仇啊，哦，那他们怎么会死亡啊？就是哦，他们本身的那个因果哦太恶劣，哦，所以没办法哦又生得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人在凡尘，哦，就是一口气呀、啊，哦，你这个一口气不来啊，这个煞手吸归，真的能够吸归吗？你到那个哦，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哦，没有那么好的啦，要修才会到，哦，我们不修，哦，看看那个凡尘那个死亡的啊，都会想哦，接引哦那个极乐世界。既然、哦、死亡都可以接引极乐世界、啊、嘿，那我们在凡尘、啊、都不用修了，等待死就好了，被他接往、哦、极乐世界、哦、或者是你喜欢、啊哦、到琉璃世界。那各位要了解说、哦、那个都不是、啊、这么简单，是你要修、啊、才能够到达、哦、我们呢在凡尘啊，不管哦怎么样的构生哦，一天都是24个小时，哦，他都得不增不减，哦，啊给我们人啊哦利用，你要哦朝哪个方向哦去努力呢？你的时间呢、啊？又哦要用在哪个方向呢？你自己决定，哦，往后啊你要到什么地方？你自己决定，哦啊，所以啊，哦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就要了解说。哦，真的啊，人生难得，现在都有人生的啊，哦，大道难同，我们遇到上天大开普渡啊，哦，名师难觅，我们也遇了啊，哦，所以啊，这个哦，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都得到三宝了，对不对？哦，在求道的当下说，哦，这个道非常殊胜，可是啊，我们就缺少研究啊，殊胜在哪里？假如说求道就能够哦。走路啊，哦，这个明心见性，哦，真的我们啊，哦，给那个社会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现在整个社会啊，对我们啊，哦，那个评价哦是很低的。人家一听到啊，都摇头嘞，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表现啊，哦，不如理想。所以啊，引不起社会共鸣，所以我们就是要检讨，这么殊胜的道啊，怎么会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表现的不好，哦，这个所有的修正的哦，仙佛菩萨都哦打帮哦自道，已经都下凡了，要来帮助我们修道，可是啊。我们哦看一看啊，哪一个真的努力在修道、啊、在我们脑海之中哦算得出来吗？几个努力在修道公认的哦，哦他很努力修道，可以说哦都是寥寥可数哦，很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还没有引起共识啊，哦，要知道说，哦，我们要哦形成一个大的共识啊，哦，就是要非常多的人啊，全部都实现，你去做了，
自然而然啊，很多人啊，哦，就会从你的行为然后效法，哦啊，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呢，哦，推展开来。那我们都没有啊，哦，虽然说已经啊能够研究哦性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啊，可是我们都局限在哦很狭隘的生活圈里面，哦，自我感到满意啊。满不满意啊？可能哦是不错啦，可是还不满意啦，哦，所以才回答得不出来。那，啊，我们要呢，哦，真的哦把它推广。你看佛老师来哦介绍的时候啊，不是一直在推广大家要研究真理吗？有没有？哎，要我们都明心见性。哦，这个仙佛菩萨呢会尽啊心邪啦，啊，我们这个众生啊真的都是哦懒骨头啦，懒惰的骨头啊，都哦讲则蠢蠢啊，听则渺渺，哦，都没有哦把它听进去啦，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佳期难逢啊，这么好的时机啊很难能够遇到了，我们遇到了好好把握啊，虽然说我们求得到哦这个第五抽丁天榜挂号，可是各位浅显那个才万八了，一万零八百年，那我们的佛性啊哦千千万万年哦亿万年它不会灭的啊，都在呀，啊，哦你看南极老仙翁来介绍都讲，自我成道以来啊，哦，这个天地已经混沌了七次，哦，就是啊七个缘会了。各位姐姐，我们看到几个缘会？啊，一个也没有，哦，所以啊就表示啊，我们还存轮在六道轮回，哦，那我们哦现在做人哦。还很殊胜哦，假如说我们落入三恶道，假如说我们到呢哦无间地狱啊，哦那个受苦啊哦真的是没办法收了，所以我们要呢哦惜福知福，哦知道这个福，然后要惜福，然后赶快创造福，哦能够啊哦使自己成就，哦，不困难啊，只要你把脾气毛病哦改掉，只要你把贪嗔痴慢疑啊都去掉，安尼就好啦。要求多不多？不多哦，哎，想不想做？哇，都不想做啊！没有回答就是不敢承诺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关系到自己的九贤七祖，哦，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努力修了，哦，他都沾光，哦，他都能够啊，在天堂啊享福。那我们都不修呢，哦，祖先都蒙羞了，哦，头都抬不起来，所以要了解到，哦，我们是关系到和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到凡尘来。哦，就是跟我们祖先有结缘，哦，有那个缘分，哦啊，所以啊，祖先有德，我们自己有修，才能够哦求道得道，哦才能够修道。那么这么殊胜啊，我们怎么不好好努力呢？况且啊，一年一年，或许还记得说才刚长才哦九月二十六才开始讲，都第五年了。哦，一转眼，哦，时间真的不留人啊，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哦，这个五年前哦，或者开始讲，然后就开始修，哦，万年都放下，一年不生，不是第一堂课就讲了吗？对不对？嘿，就开始做，哦，你看现在功夫啊已经都深了，所以啊，哦，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哦，我们修功夫啊，哦，不是要时间很久，你只要哦，各位浅显，你只要哦，保持觉，
哦，你不做万年放下，做一个觉，你时时刻刻都觉就好了，保证你一个礼拜你就会觉得你人不一样。觉觉觉就是佛啊，啊，我们都时常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啊，啊，我们时时都无明，哦，比那个佛的时间都久，那怎么成佛啊？嘿，所以啊，就是保持觉。哦，你现在心想什么，你现在身做什么，你都觉，这样就好了啦。够不够简单？简不简单？哎，你做一个礼拜看看，等到我下个礼拜来哦，这个讲课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发表心得。哦，你就可以说，我这七天来做觉有什么功效？没有要求多了，觉哦，啊，不是说叫你不要吃饭哦，不要睡觉，吃啊，你一样吃饭。我现在在吃饭哦，我现在在咀嚼哦，我现在要吞下去了。容不容易？很容易，对不对？我现在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哦，都知道自己的心，说知道自己的身，哦，心身都知道，叫觉。啊，所以啊，这样保持觉，你就是佛了。容不容易？可是我们都时时不觉啊，各位就可以了解，一天24个小时哦，我们有23个小时又59分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啊，无明会造业，造了业谁受苦啊？我们自己耶，哎，所以我们哦保持觉，哦很容易，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还8个字啊，觉才1个字而已啦、啊，哦你看越来越简单了，觉就好了，哦往后啊你遇到。结了没有啊？哎呀，你问到遇到人啊，就要问他结了没有啊？容不容易？很容易哈、哦。哎，对啊，我们修道就是要哦快乐哦，容易，很容易做，很容易达到啊，效果又很显著，跟凡尘完全不一样哦。很快啊，你就哦赚了这个几千万。那个刮刮乐啊，什么几亿哦，比不上你这个觉啦，对不对？他这个刮到几亿啊，几哦几十亿、几百亿啊，保证他的命啊，很快都没了。哦啊，你这个觉啊，哎成佛了，哦那完全啊，哦这个比得上千亿的、啊，哦比千亿还来的价值，哦所以觉觉就好了。哦，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哦，这个84000法门对治我们84000烦恼，没有烦恼啊，哦，就不用哦那个法来修了，烦恼都没了，哦，烦恼怎么来啊？是我的心生的啊，怎么那么聪明，生出烦恼来烦恼？哎，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啊，你不生烦恼的话，就是你痴呆。那我们生烦恼啊，聪不聪明？聪不聪明啊？不聪明的人不会啊，哦不聪明哪会哦这个生出烦恼来烦恼。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的观点啊，哦是凡俗的角度啦、啊、它不一定正确。哦那我们走入佛性啊，那个是实相，实相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哦我们了了分明佛性的觉，那个就是实相啊，我们已经走入实相哦，就是一真法界，什么都是真，就不用分别哦啊，不用分别，你已经到佛的哦那个境界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哦凡尘的修持啊，是看在我们的心，我们的认识哦，我们认知的程度啊，哦是到哪里的？那我们知道啊，哦我们世间啊，众生啊。哦、那个念、啊、都是邪念，不正确、啊、不合道、哦啊、所以、啊、你用那个念来生活，当然造了很多业、哦、要受很多苦、哎、这样、啊、都一直在六道轮回，没有脱离的时候、啊
哎，所以我们要赶快啊清醒哦，不要让这个六道轮回一直连续。哎，所以啊，时时刻刻生活都是觉，觉就好了，哦，就成道了，成佛了，很容易。同不同意啊？同意。哦，很容易。哎，所以哦，这个孝顺啊，哎，这个觉孝顺，能够觉啊，哎，各位先生，能够觉哈、哦，我们就能够真的孝顺，哦，真的孝，哦，真的顺，不伤身哦而自佛，哦，不伤害生命啊，哎，又啊，我们能够嘞，哦，这个生活的下来。不是说呢，我们不吃荤的东西呀、啊，哦，就活不了，不会啦，哦，一样活得很快乐，哦，他说啊，这个所有下等动物都是要给我们人吃啊，我们知道哦，那个老虎啊、狮子啊，它吃不吃人？那我们要不要给它吃？哎，我们不愿意呀、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不是天生的啦，哦，天生下等动物给人吃，那我们天生的人啊，给老虎吃，哦，我们不同意，为什么？可以拿枪把它打死啊，哦，所以你看，我们都拿刀啊，把那个哈、哦，哎，下等动物把它杀死，残不残忍？哎，这个天地哦，它不会做事情啦、啊，它会做的事啊。使万物啊生生不息，哦，所以天地的大德啊，哦，叫做生。那我们杀生啊，就是最残忍。所以啊，只要哦到那个过年过节啊，哦，不管你天气的预报是怎么样的好，到时候啊，哦，都是啊黑漆漆、阴惨惨的。那今年啊，哈，哎，怎么会天气那么好？哦，那或许分析原因啊，现在的生活改变，以往都是家家户户哦在杀生啊，现在哦说那个自己哦去做的话，哦很辛苦啦，所以现在都哦外叫，外面叫来哦就吃了，对不对？那外面叫的那一些哦，他们哦去处理的那个平常生活之中啊，他们就那样处理了，他们就已经在平常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啊，今年啊就没有大家在杀生，所以那个天的哈、哦，哎那个啊，整个啊那个愁云惨雾啊就不见，所以我们要了解，或许是从后天寺庙哦。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就观察这个现象，哦，绝对错不了。只要是哦，大家杀生的时候啊，一定都是啊愁云惨雾，一定都是这样。上天不忍心呐、啊，哦，怎么大家都在杀生啊？那现在改变生活形态，所以啊，哎，那个啊愁云惨雾不见了，哦，所以我们要体会啊，上天就是不要我们杀生。哦，要使他哦能够生生不息哦，欣欣向荣，都是要这个样子。哎，我们呢哦要顺应的这个自然哦，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哦，都是啊哦这个啊整个啊哎都是啊能够欣欣向荣。那么不起私而背公哦，就是啊不起哦这个私心。然后啊，违背啊，哦，公理，哦，所以啊，哦，不起这个私而哦背公，违背啊公理。那么尊重啊三宝，哎，所以我们哦就是要哦尊重三宝，哦三宝啊佛法身，哦佛法身啊就是三宝，三宝啊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啊，哦，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行为，哦，所以佛法身呢就在我们身上，身上呢都有哦佛法身，所以我们尊重，
哦，尊重我们佛性，尊重我们般若妙智慧，尊重我们的行为，哦，所以行为之中呢，我们都尊重，哦，就不会有违背啊，哦，那个天理的，哦，那个行为出现。那么敬圣啊，哦，二亲，哦，我们能够敬又能够顺，哦，这个父亲母亲，然后不醉啊，哦，不乱，哎，就是不喝酒。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酒啊能够乱性，哦，我们呢这个天气寒冷啊，哦，喝一点点酒是会，哦，温暖我们那个整个啊，哦，那个身体，可是喝多了，哦，我们就，哦，把持不定了，哦，那个讲话乱讲啊，行为乱来，哦，等到醉已经，哦，那个醉酒已经过了，哦，醉已经气迟了，醒过来的时候啊，你才懊悔啊，那个不能做的都做了，不能收也收了，那，啊，你都不知不觉，哦，所以啊，我们呢就是不喝酒，哦，然后啊不乱，哦，不喝酒啊就不会乱来，哦，无爱呢无争，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假如说能够做到，哦，无爱又无争啊，就是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就不造业，不造业啊，就不受苦，哦，这个都是啊，哦，公定的天理，哦，一定是这样。Hey, 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之所以受苦啊，都自己造业，哦，自己做来的啦。Hey, 啊，我们只要呢，哦，都不做，哦，不做的话，苦啊哪里来？哦，它没有生花的地方所在。Hey,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有苦受，啊，一定是我们自己做。那么欠令啊，哦，何家？哎，就是啊，我们看，哦，有这个争执的，哎，我们就是要劝，哦，然后，哦，要令令他们呢，哦，能够和和啊，哦，这个家里都能够，哦，这个，哦，同心协力能够和和家，哦，同修呢，哦，这个福慧，哎，所以我们了解啊，哦，修福啊。哦，就是在我们的有形象的身体，那么慧啊，就是在，哦，没有形象的，哦，内心，哦，智慧，哦，福慧啊，我们呢双修，哦，修福啊，哦，就是现象，哦，修慧啊，哦，就是佛性，那么内，哦，和啊外目，哦，我们呢，啊，内心里面呢，哦，都能够和，哦，然后啊，哦，外面啊都很和睦。哦，内合外睦，上恭啊，哦，下敬。我们对上啊，对长辈啊，哦，这个恭，哦，然后啊，哎，这个等，哦，等到呢，这个长辈啊，对待晚辈的时候啊，哎，就是一样，哦，要有那个，哦，敬心呐，啊。我们现在都是把儿女啊当成自己的财产，好像自己所拥有，哦，缺少那一个。平等观呐，啊，哎，所以我们也有人会说了啊，这个哦，这个儿女啊，就是哦，哎，晚辈了，哎，不能把他看得哦，跟我们哦一样是哦同等，哦，这个是以凡俗俗地的哦角度来观呐，啊。那假如说我们在修道的话，哦，虽然是晚辈啊，他一样嘞，哦，就是佛性呐，啊。啊，佛性跟佛性呐，啊，都是平等，哦，没有长辈晚辈啦，哎，虽然说现在是哦长辈，那么可能哦前一世啊他是晚辈，哦，我们要了解啊，我们都是啊一直六道轮回，所以呢啊都有这个啊哦轮调的时候啦，哦，长辈啊变晚辈，晚辈呢变长辈，哦，都有呢，哦，不同哦那个角色的时候。哎，那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呢互相之间呐，啊，哎，都能够哦这个尊敬，哦，这个对这哦这个长辈我们尊敬，那么对晚辈啊，哦，我们一样的和顺，哎，就是哦不展现呐，啊，那个长辈的那一种哦那个威仪啦，啊，哎，这样的话呢，
哦，就家里面和睦。哦，所以啊，哦，现在的父母啊，哎，我们呢，哎，都能够啊，哦，这个尊敬，心安呢，哦，体乐。哦，假如说我们能够啊，这个上恭下敬啊，我们现在的父母都能够心安哦，身体呀、啊、哦都快乐。那么过去的父母哦，离苦升天，所以我们了解啊，哈、哦，有现在的父母，有过去的父母，哎，所以佛经里面啊就讲，我们哦这个凡尘啊，所有的男生啊。哦，都当过我的父亲，所有的女生啊，都当过我的母亲，就知道啊，我们的轮回啊，哦，有多么久，哦，所以才会有哦，所有男生都哦当过我的父亲，所有女生啊，都当过我的母亲，哦，所以假如说我们把眼光啊，哦，放远，看得远，看得久，哦，知道呢。哦，我们就是啊啊，一直啊在六道轮回，哦，所以啊生生世世啊，哎，角色都互换，所以佛学都讲，假如说今生夫妻感情太好，然后啊相约，我们来世啊哦再当夫妻，那假如说你答应了，哦，那下一世啊一样会哦再来凡尘出生，一样哦。会结成夫妻啦，可是哦，角色呢哦对调，哦当先生啊变太太，当太太呢变先生。那或许哦曾经啊就哦哎遇见过哦一对哦这个先生的讲话哎就是娘娘腔，就是女生的样子。那个女生太太讲话嚯、哦、就是粗鲁哦当爹啊哎就是男生的样子。哦，啊，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啊，那前一世啊，以后你们夫妻感情好，相约哈、哦，今生再当夫妻啦，哦，啊，所以才有这个现象啊，哦，呈现，所以这个是真的哦，哦，或者因为在生活之中有遇到，哦，遇到过，然后观察他们生活，哎，真的是哦，虽然说角色哦互换了、啊，可是他们感情就是很融洽，哦。不会吵架，我们现在的夫妻啊，哦，说不会吵架的哦，大概很少啦，哦，也有啦哈、哦，可是啊，在心里面呐、啊、哈、哦，也有那个不平的时候，哎，不表现出来了哦，在心里面，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过去的父母啊，哦，能够离苦升天。我们呢、哦、知道啊，我们努力啊、哦、修道、哦、一直成道、啊哦、这个九贤七子啊尽啊升天，所以啊都沾到啊、哦、在凡尘修道的、哦、那个子女的功德，所以我们只要修成道、哦、成佛，我们的祖先啊全部呢、哎、都跟着我们、哦、都已经啊、哦、离苦得乐，离开苦海啊得到快乐、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受苦都还没觉得什么啦，假如说进入三恶道那个苦啊才真的厉害、哦、那个苦我们都很难承受，可是当我们、哦、遇到那个现象、哦、你不承受也要承受、哦、那个是没办法逃避的，嘿，那我们现在呢可以逃避哦，我们可以啊不接受三恶道，只要你时时刻刻都没有哦恶的心念产生，你就离开三恶道。哦，那我们呢哦已经研究性理心法，当然也不希望呢哦去天道，因为去天道享福啊都有时限，时间的限制啦。哦，你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时间一到哦一样落入三恶道。天道、哦、都没有人道、哦、落入人道的机会、啊、直接落入三恶道、哦、那佛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怎么会这样、哦、不是鼓励、啊、我们凡人修十善吗、哦、去天道，那佛就讲说我们、啊、在天道享福的时候众生、啊、都在供养，众生都在朝拜，
啊，所以在天道的时候啊，就哦自高，自己呀、啊、很骄傲，哦就是哦众人啊众生都在朝拜，啊他很骄傲，啊因为这个骄傲形成的哦，这个就是脾气毛病啊，啊形成的这个哦业因呐、啊，哎就是落入三恶道，哦都没有来人道的机会。所以佛不鼓励啊，我们修道人哦去天道，鼓励呢凡尘人士啊去天道，哦，因为凡尘人士啊，哦，都有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已经很舒服了。可是，在我们哦已经进入慧命的话，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啊，那个是一刹那，很快就过去了，哦，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进入啊，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时间的经过、啊，一下子哦，已经啊，哦，这个几万年过了。像我们呢、啊，哦，都在讲，哦，我们凡尘啊，哦，这个1600年，我们去呀、啊，欲界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一天一夜。所以我们只要去哦，他化自在天，异界的天哦，哦，他化自在天，去一天一夜，我们凡尘经过1600年。所以啊，假如说我们哦，这个有天福，真的哦，哎，到呢他化自在天，我们先哦，先到他化自在天熟悉环境，再回来告诉啊。我们凡尘的亲友，当你回到凡尘的时候啊，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啦。为什么？1600年啊，谁还在啊？哦，不在了啦。不要说1600年，哦，这个160年啊，我们都不在了。哦。不要说160年了，在60年以后啊，各位前贤还在不在？都还没到，你怎么知道啊？所以啊，我们要利用哦有限的生命啊，来修呢无限的慧命。哦，无限的慧命啊，哦是要我们哦借着这个有形有相的身体呀、啊，哦来修。哦、要把、哦、我们佛性所没有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哎、全部呢都去掉、哦啊、这样呢才恢复、啊、本来的光明，才恢复、啊、本来的清净、哦、才有办法回到佛的、哦、那个境地、啊、所以啊、哦、我们了解呢都是我们呢、哦、自己可以努力的。那么世民、哦、世间、啊哦、孝顺男女、哦、所以啊你真的、哦、能够做了、哎、就是世间、哦、我们凡尘、啊哦、孝顺的男女。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哦、佛呢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哎、都很详细的说、哦、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然后间、啊哦、就是东西南北、哦、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间，世间就是时间跟空间。那我们的佛性、啊哦、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哦、超越、啊、时间空间，所以它是、啊、自由自在、哦啊、我们要使它、哦、恢复、啊、自由自在。若是啊，哦，入沙三生，哎，就是我们每天呐、啊，哎，都在拜拜，哦，杀那个三生，哎，就是下等动物啊，哦，那个畜生，哦，奉亲，哦，祀祖，哦，祭祀呢，哦，自己的祖先，那么皆以啊父母啊加增罪业，哦，不但呢，哦，没有功德，还呢，哦，增加呢，哦，罪业。哦，是啊，大不孝，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抬这样呢，哦，这三千五的来拜，哦，这样呢最哦孝顺，结果哦大不孝，哦，生前啊同灶，死后同堕，
哦，生前哦，就是啊，在生的时候啊，一样的哦，杀生；那死后啊，哦，一样的堕入啊，哦，那个地狱道。哦，父母啊，哦，冤亲先牵啊，哦，相牵相连，哦，成群作对啊，同入轮回，哦，都一同进入啊六道轮回。哦，所以我们了解啊，脱离六道轮回啊，哦，非常重要。好，我们一定呢不要造业，不要使自己呀、啊、落入六道轮回。一失人生呐、啊，哦，万劫不复。哦，我们现在呢，哦，人生都有，那一失掉啊，我们人的身体呀、啊，哦，万劫，哦，非常久的时间呐、啊，都很难恢复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哦所造的业啊非常多。哦，要把这一些所造的业啊都还清了，哦，才可以啊，哦，在凡尘出生，嘿，所以啊，那非常久，嘿，所以啊，万劫，哦，经过万劫是非常久的时间。那么第哦四十一章哦方便论，这个文殊菩萨呢，哦，问释迦牟尼佛，云何啊，哦，是方便？哦，什么呢？就叫方便。哦，那释迦牟尼佛哦就回答，那么方便啊这两个字啊，哦，简略的来说，哦，有一十五种，哦，十五种的哦那个方便。那第一方便啊，哦，不养不杀，哎，就是哦我们不养那个畜生，然后也不杀畜生。哦，这个啊。大概在我们乡下会比较哈、哦，哎，有这个养哦，养鸡、养鸭、养鹅啊哈、哦，会比较有哦。那佛就说我们不养哦，啊也不杀哦，第一方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佛呢度化众生呐、啊，哎，也就是方便法哦。所以要了解佛跟众生啊，佛都讲哦。这个啊，只是一个名哦，名号的哦，那个称谓不同哦。那佛跟众生是一样的哦，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哎，那所以不同啊，在我们众生自己本身哦，本身的认知啊哦不同。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方便啊，佛以方便法引导众生啊，进入啊佛道。哦，这样啊，可以成道成佛。那么第二方便呢？哦，不食哦酒肉，哦，就是不吃酒，不吃肉，哦，不喝酒啊，不吃肉，哦，这个呢是第二方便，因为落入文字啊，哦，范围就哦比较狭隘了，哦，没有说我们呢实际的哎那个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哦来得宽广。那第三方便呢、啊？哦，不造酒浆，哎，这个哦，不造酒浆，大概在我们这个比较呢，哦，都会区呀、啊，哦，少见到了。哦，假如说你到山地的时候啊，哦，他们都会哦造那个酒浆，哦，或者在普里天佛院啊，哦，就看哦，哎，他们在哦制造那个酒，就是啊，先呢哦煮饭。把饭哈、哦，哎，让它这个哦发酵，哦，然后啊就用那个蒸笼，哦，然后啊哈、哦、一直烧，然后流出来的哦那个啊哎就是酒浆，各位有看过吗？造酒的过程，哦，或者在那边才看到，然后一直流流到后来就变醋了，哦，开始流出来是酒。后来啊，流出来就变醋，好、哦，我们喝的那个醋。所以啊，不造酒浆，哎，就是啊，哦，你不造酒浆的话，哦，就哦没有酒可以喝，哦，这样呢就不会啊引起哦这个凡尘的罪过。那么第四方便啊，哦，不相侵害，哦，这个不相侵害啊，哦，我们人与人之间呐、啊，哈、哦，这个不相侵害。人理啊、哦、畜生之间呢也不相侵害、哦、这个等于是、哦、在我们生活之中啊、都是啊
哦，这个时时刻刻的，哎，都是哦，要呢非常的哦，这个专心。第五方便呐、啊，哦，莫错指路，这个倒是哦比较容易做到了。哦，人家在问路的时候啊，你不要哦，这个目标是在东，你指向西呀、啊，让人走了很多冤枉路。哦，就是不要，你不知道啊，就跟人家讲我不知道。哦，不要这个不知道假为知道，那结果啊一比啊就错了。哦，那个就哦这个啊错指路，嘿啊，那莫错指路，就是啊人家问道路的时候，问目标的时候啊，嘿，就是要小心。哦，知道了跟人家讲，不知道了你就直接回答我不知道。哦，他再去问别人。那么第六方便啊，哦，不可烧山。因为呢，我们一烧山啊，山里面啊有很多的哦，那个啊，在山依山生活的哦那一些动物，啊你一烧了哦，哎，他们的家就烧光了哦，没有房子可以住啊，哦，所以不可烧山。那么第七方便呢，莫怨天地，哦，这个倒是哦，哎，比较这个抽象啊。各位前贤有没有怨过天地？哎，这个没有怨过天地的，大概也是蛮少了，一定都会埋怨。哎呦，怎么使我遇到这一些事啊？哎呦，哦，那个都是在埋怨天地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都是啊，会把过错哦推给别人。哦，把功劳呢，哦，这个揽为自己呀、啊，哎，所以啊，都会怨天尤人，哎，啊，所以我们要养成啊，哦，不怨天呢，不尤人，哎，就是啊，哦，不去埋怨别人，然后也不埋怨哦上天，哦，我们感恩都来不及了，上天啊，哦，我们仔细观察，假如说没有上天这样哦。很诚信的在运转，哦，万物就没有办法生花，万物没办法生花，我们就没得吃，我们没得吃啊，就没办法接续生命，嘿，所以要感恩啊，哦，天地啊，生长万物啊，让我们能够哦延续生命，哦，所以啊，哎，这个莫怨啊天地。然后第八方便啊，急难相救。这个哦，有一点现在哦，因为哦，你去救一些人啊，哈、哦，这个救人反而会被人家哦陷害哦。比如说哦，有这个车祸发生的，然后哦，那个肇祸的人他逃跑。哦，然后你后来遇上你去救他，结果啊，警察一来做笔录啊，嘿，他就指你哦，就是哦，这个啊，这个撞到他的，你看啊，会怎么样？哦，所以就引起啊，以后的人啊都不敢救人，哦，怕呢，哦，被诬赖，哦，所以啊，哎，或许哦，以前啊，开机人车也遇到。有一个哈、哦、啊，这个女生呐哈，她开车救人，结果哈、哦，她被那一个她救的人呐、啊，哦，这个诬害，说她把她撞，结果她赔她13万，你救人还要赔钱呐、啊，所以哈、哦，她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车子去哦修理跟后些哦这个。哦，相遇啊，然后讲这个事啦、啊，哦，他就一直说以后绝对不救人了。哦，我说那个聊聊你的罪业啊，没关系啦，哎，那个钱财都是身外物啊，哎，啊你有哦有钱财啊，哪有关系？可是啊，混混难平。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凡尘啊，现在因为很多这个现象。啊、所以让人就不敢、哦、真的、哦、马上去救人，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预防啦、哦、就是先找一个、哦、就是、哦、当时、啊、旁边的人、
哦作证，哦说你不是撞他，你是要救他的，哎，或者是说你打那个哦119请人来救，这样都可以啊，哦活用啦，哎，不用哦死板板的。第九方便啊，哦莫慢神明，哎，就是哦我们不要，哎这个慢哦就是骄傲啦，哎就是啊哦不要说你比神明还高还大，哦那个就慢神明啦。啊我们呢哦就是要了解，毕竟我们都是还是人，哦啊神明他修正了哦他都比我们高啦，哎所以不要呢哦讲说神明啊比我们低哦，所以啊莫慢哦神明。那么第十方便哦莫痴浊也，哎就是我们啦、啊、哦不呢这个讲那个三字经啦、啊、骂人的话哦那个叫浊也，哦污浊的语言啦、啊、哎那个呢不要讲哦，一讲了哦降低我们人格，我们人格本来都很清高的，你讲那个哦那个语言了以后啊，哦人家看你哦把你降得哦非常低啊，哦一点人格都没有，嘿所以不要吃那个浊也。那么十一方便呢哦积人不得哦，这个导师啊很重要哦，要积人哦仁慈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哦那个人哦已经呢顶天立地的人哦，然后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佛性啊，一个是我们的身体哦啊，所以这个人啊哦就是每一个都要哦去表现呈现哦仁慈哦，这个人啊只要你仁哦你就已经具备啊哦那个贤哦圣贤啊那个贤的地位，哎所以我们呢哦就是呢哦要有那个哦人哦啊要积人，哎这个人啊需要我们呢哦累积哦累积的越多啊，哎我们的德啊哦就会越大哦，所以啊哦积人，然后啊不得哦不啊就是留步，哎就是啊把这个哦人把这个德啊哦施向于众生哦，让众生啊都能够得到好处哦，所以啊哎这个积人不得哦，这个文字都比较容易啦，实际做哦真的要养成习惯哦，只要你做了一次啊往后啊你都会还会再做哦，只要你踏出了哦一步第一步往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哦有什么困难。那么第十二方便啊哦勤俭哦知足哦，这个很重要，勤俭啊哎就是要哦勤劳哦，然后呢简约哦，勤啊就是固然哦比较努力啊精进哦，然后俭啊就是不浪费哦，我们又很努力啊又不浪费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哦一天24个小时啊哦哦，你都哦闲闲在那边走，倒不如哦，哎，这个帮助别人，然后做一些啊对大众有益的事，哦，这样啊最起码哦对你的内心啊都有交代，不然你晚上到睡觉的时候啊反省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哦，然后对别人帮助多少。然后对自己呀、啊，哦，心里面的哦那个增长啊是多少？哦，这样的话，哦，我们就会呀、啊，哦，每天都有进步的空间。哦，啊，每天一进步一累积呀、啊，哦，久了，哦，自然呢，哦，就形成哦那个德啊，哦，能够呈现。那么底下哈、哦、那个知足啊，哦，也是非常重要。哦，因为我们凡尘啊。可以说呢都是啊哦不知足哦，有了还想更多拥有哦，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哦知足就常乐哦，知道都满足了哦，有的吃有的穿哦，然后啊又有一个哦遮风避雨的地方
哦，很幸福了，知不知足啊？知足，哎，就是要知足，知足就常乐啦，哦，时常都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24个小时啊，你不快乐也一样24啦，哦，你快乐也24啦，都是24个小时，不多不少。哦，我们好好运用啊，哦，何不快快乐乐啊过一天？哦，这个愁眉苦脸，哦，一样也是过一天。那么13哦，方便啊，哦，敬老临贫，哦，老了我们要尊敬。哦，因为他老了，哦，他的经验啊丰富，哦，啊，我们呢敬老，哦，他呢能够，哦，提携啊后代，哦，能够帮助啊很多众，哦，很多众生，所以我们，哦，敬老，哦，那临贫啊，哦，临可怜呐，啊，哦，一些贫穷的人，哦，啊，我们呢，哦，就是啊，哎，能够，哦，就是同理心。哦，贫穷的哦，有能力的话呢，哦，可以帮助他哦。14方便啊，哦，修因种果，哎，我们呢就是要修因啊，种果。那我们呢，哦，修哦，成道成佛的因，种的果啊，就是佛的果哦。所以啊，我们修因哦，然后种果。各位修不修因种果啊？啊，拢袂啊！哎，点点的吼，哦，啊，听久也无力啦。各位要了解哦，你安尼坐咧拢唔免出来咯。可是，够正忝哦吼。我安尼讲个无声，够袂忝。所以啊，哦，各位啊，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往后呢，准备说给各位发表心得。哦，你唔通惊啊，才唔敢来。因为哦，发表心得啊，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哦，听到人家怎么哦啊修哦，然后啊哪个地方可以学哦，那个啊功效很大。哎啊，所以也希望把你哦那个哦一听了以后，然后一修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哎，都提供的哦给大家做参考哦，这个是很好的啦，不会说像上次啊，哦，我们这个高铁慢了2个多小时啊，到这边的时候啊，已经剩下哦，已经3点了啦，哦，剩下1个小时。那今天呢，我们坐高铁哦。一坐上去的时候，跑马灯就打出来，新竹苗栗电力异常，哦，糟糕了，又来了。然后啊，哦，这个本车啊延误开车啦，请各位见谅。说糟糕糟糕，今天不知道要慢多少，结果慢5分。他，啊，那个司机哦，哎，等到经过桃园哦，就打跑马灯。说前线啊，哦，那个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哇，一看了放心的，5分没关系啦。结果那个司机啊，越开越快，哦，把5分追回来。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啦，啊，又要在，哦，那个闷的空间啊，哦，又要不知道要待多久，因为上一次啊，我们那个2个小时啊。它有电的时候，我里面有空调；它没电的时候，没有空调，门也封着了，故意都密封的嘛。哦，就在里面。哦，那个刘讲师刘义军呐，哈，他一样跟我们坐同一班车。他说那个第10车已经2个晕倒了，没有空气呀，啊，哦，都整个闷的啊，哦，晕倒了。我说还有，我们坐那个车厢哦。空间比较大，人比较少，哦，都还哦，大家还可以呼吸，啊，所以那个老人家哦，一直跟那个车上的服务人员讲：“你门开嘛，门开，让我能够，哦，呼吸呀，啊。”他说：“他们规定不能开啊，怕危险。”
说我听这么久了啊，开各位哦都没有亲身经历啊，不知道那个状况哦。然后啊，那个服务人员哦，一直拿矿泉水啦，然后饼干啦，他送给客人吃啦，哎，鼓励人吃，吃饼，连自己。结果哦，车里面啊没有电，所有厕所不能用。哦，叫人连水个厕所不能用。所以哦，各位都是要亲身哦去经历这个事啊，你才知道说哦，哎，遇到的那个苦闷啊。所以啊，那个时候保持哦那个心的那一种平静啊，就很重要。你心不平哦，你的那个支撑力道就减少。啊，你心平哦，你就会觉得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的时候啊，你那个哦潜力啊。潜在的力量就发挥，那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那个不可思议啦，哎，所以我们平常哦，难怪我们那个七法财里面啊，就有一个定，哦，你听到上圣佛法哦，你要相信你的佛性哦，闻信，然后就戒哦，戒律啊，你有戒律，你才可以走入啊上圣佛法，然后接着就是定。你要有定力，你才能够去呈现啊，哦，这一些你想达到的目的，哦，然后有定了以后，要精进，哦，能够精进啊，才能够哦持久，哦，才能够达到目标，然后啊，哦，要舍，什么都舍，什么都假的啦，身体到最后也是要舍，不舍也不行啦，哦，都要还给天地的。然后啊，惭愧啊、哦，我怎么都还没成佛啊？哦，很惭愧。所以啊，我们落入凡尘就是惭愧。然后啊，要想说哦，我虽然知道了上圣佛法，明心见性，可是啊，那么多众生都还在苦海里面啊，哦，我要救他，所以都哦骄傲不起来，哦，就是惭愧。哎，所以我们有这个七法财，哦，佛性要用的。哦，七宝是身体要用的啦，哦，所以不一样。所以啊，哦，修因种果，我们种的都是佛因，哦，能够成，哦，成就啊佛的果位。那么十五方便啊，哦，冤亲平等。所以哦，我们大概呢，哦，一般呢、啊，我们社会的观点，这个是最不能接受了。哦，那个冤啊，就是仇人；亲呢，就是我们哦家里的人。啊，怎么会仇人跟哦我们家里的人是平等呢？很困难，对不对？可是啊，哦，佛就从哦他的累世哦修的那个状态来说，说我们的哦那个冤，我们的仇人，他就促成了、啊、我们成就。哦，我们台湾话讲啊，借力啊，邪力，哦，它激发你的斗志，激发你上进的哦那个力道，哦，所以啊，那个仇人哦，是你的善知识，引导你成道哦那个方向努力，啊，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就很感谢啊，哦，那个激发他提早成佛的。哦，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割力王，不是割力王，是他的。哦，提婆达多啦，哦，提婆达多啊，他是哈、哦，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然后啊，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要修忍辱啊，波罗蜜。那这个提婆达多啊、哦、他就发愿说好，我要来促成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所以我就是一个、啊、加入、哦、加入啊加五入在你身上的人、哦、要跟他同时出生在凡尘，释迦牟尼佛来出生他也来了，
他要来刺激他要侮辱他使他能够真的修忍辱波罗蜜啊，就是真的这样他都一直刺激一直刺激啊，所以到后来释迦牟尼佛提早成佛，本来按照那个天律释迦牟尼佛的掌天盘是在弥勒祖师的后面，结果他跑到前面去了啦，我弥勒祖师变成在后面所以啊，等到我们弥勒祖师下生啦，我们凡尘的众生八万四千岁，各位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达八万四千岁？我们众生到达八万四千岁啊，释迦牟尼佛就出生在凡尘，所以啊那个佛经里面呢就记载是那个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我们满地啊都是七宝，满地啊七宝像现在的石头，没有人要我们留着那个时候去捡所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不需要了所以佛经里面就记载，我们凡尘的众生善，我们众生所用的东西啊都从地底从海底呈现，都让我们用不尽了我们众生恶这一些啊都不见，都沉入啊地底地里面不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石油啊是不是从地冒出来你看所有的珍宝啊是不是从海底冒出来都是我们众生的那个福报因缘所以众生福报多就表示啊众生行善，那众生行善啊累积的就让这个果报那个福德果报就非常多，那我们众生越来心越不好，地啊所生长的万物啊它能够让我们吃养生，可是它也含毒啊让我们杀生害我们的生命，所以啊一方面养生一方面杀生，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寿命才这么短，百岁一百岁，没有像呢北极芦洲啊平均寿命一千岁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能够活到一千岁啊怎么样我们一定说啊不要啦，这个拖老命，以我们现在的身体呀叫我们生活一千岁啊要不要？不要啦。不过那个一千岁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嫁人几岁？对啊，都已经讲过啊，五百岁，五百岁才嫁人结婚啦。我们现在说哎呦五百岁啊老姑婆都那么老了还要结婚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对这个观念啊完全都没有，没有地方去接触啦，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看佛经了以后啊那个佛他不痴妄言，不会讲那个不实在的话，所以他讲出来的都是实在，他让我们去看的你就了解说不同的那个佛世界啊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可是啊佛世界他都不出生在那个很富裕的那个地方因为很富裕的地方啊众生呢都沉醉啊在生活之中不想修道，那所以佛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那假如说像非洲生活那么困苦佛也不会出现，因为你的心啊就是一点点那个善心也没有，所以的果报呈现啊
才生活那么困苦，所以他也不会呢、哦、出现在非洲那个地方。那么就是要在我们、哦、这一种、哦、生活也很好、哦、那心地啊我们可以说啦，心地好的、哦、毕竟呢多过于坏的啦、哎啊、所以在这一种状况之下、哎、他就会、哦、来完成呢示现，来引导众生啊成佛。那假如说哈、哦，哎，在这个时候都还哦没有哦那个等于是啊根基都还没有成熟，那么佛呢它就不示现。等到我们的善根啊都成熟了，哦佛呢才会示现。哦，那很多在哦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凡尘才八十年。哦，公那一下低命，怎么那么短命啊、哦、那么快啊、哦、就死掉了。哦，他说哦，这个跟我们的凡俗啊，因为我们凡俗哦，这个寿命啊，也大概在哦最高120岁，哦，然后啊哦最低啊大概60岁啦、啊。所以那个时候老一辈说哦，你要吃到一甲子60岁，你才不腰瘦了。哎，所以以60岁啊，哎，你就可以了，可以呀、啊，一口气不来，哦，还没有到60岁啊，不可以，哦，要呼吸，哦，啊，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在80岁的时候，那在80岁啊，他看到众生这么可怜，他有那个心啊，想多活40年，就是到120岁。哦，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寿命顶点就是120。哦，啊，我们现在哦已经降到哦70了啦。哦，所以现在你活到70，已经是顶点。哎，或许71了嘞。哦，那也已经超过了。哦，平均呐、啊，哦众生的寿命，因为一直降了、啊，哦，因为凡尘的众生。越来哈、哦、所行所为啊越不善，啊不善的话哈、哦，把我们的寿命啊降低，哦到往后啊只有10岁哦，我们真的不可想象哎，啊十岁你要出世都要死啊，哦啊几岁结婚呐、啊？啊5岁，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人心已经恶到极点，很恶邪恶，所以啊我们人的寿命啊只有5岁。那么这一些哈84000岁啊跟10岁我们都不可想象啊，以我们现在哈众生的现况都不是这样。可是啊佛不会骗人哦，他说哦我们人心最善的时候啊哦那个寿命84000岁。那、啊、我们人心最恶的时候啊只有10岁了、哎啊、所以、哦、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变化、哎、那我们呢、啊、是不管是84000岁不管是10岁都会死啊，哦84000岁也会死啊，哦10岁也会死啊，那什么不死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么久啊84000岁我们走路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84000岁啊一刹那就过去了，过了已经过了很快、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哦、走路啊没有对待、哦、没有这一些白天夜夜春夏秋冬、哦、那一个时间啊你没有办法、哦、去啊了解状态，所以都叫不可思议、哦、以前我们不是有讲过这个不可思议的内容吗、哦、还记得怎么说吗，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状态、哎、就是不可思议、哎啊、所以我们在凡尘真的也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你四个、哦、角度啊全部都没有、哦、叫做离世俱，然后结百灰、哦、缘已道断心行除灭，你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
佛性本体什么状态？不可思议、哦、不可想象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哦、只要你追求实相，实相哦，因为我们看到都虚相，都是假相幻相，实相哦，实相不会变哦，所以我们只要都进入实相，就已经到达佛性本体。Hey, 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追求实相，你一追求实相，所有的有啊都没有、哦、有因有果的这一些全部都、哦、消失了，没有、哦、那这一些有因有果啊，都是虚相幻相假相不真、hey, 啊、所以你全部去掉了，进入实相，实相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哦、就是我们本具本来的地方所在，我们要回去啊，本来地方所在、哦、真的好久都没回去了、哦、要回去啊，回去啊，清理一下环境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冤亲平等啊，哦，不管是仇人哦，不管是我们家人，平等哦，所以平等的地方在哪里？佛性啊，佛性平等哦，没有差别哦，仇人的佛性跟我们家人的哦佛性啊都一样，都是平等，哎，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以呀、啊、很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事哦，不是以我们哦哎这个近代所身体接触的现象，我们身体所接触的现象。哎，等于是啊，哦，这个仇冤就是冤，亲就是亲，差别很大，而且是两极化。哦，这个亲爱的不得了，冤啊气得不得了，哦，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啊，我们进入到佛性本体啊，没有冤，也没有亲，没有，哦，有冤有亲啊，是我们落入现象以后产生的。我们不落入凡尘现象。都没有烟也没有亲，没有，所以啊平等，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是不是角度都不同？哦，他站的角度啊非常高哦，就是以我们佛性本体的角度来说哦，烟亲平等，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才产生啊很多的烟哦，很多的亲，那这一些啊，哎，它都是啊变化无常。哦，啊，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哦，以后啊，哎，我们那个分别心啊，就不会那么浓厚，哦，我们就可以啊，哎，从心哦产生啊，哎，那一种平等观。所以六祖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为什么德性都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心里面呐、啊，哦，不平等，心里面呐、啊，哦，就是有分别心太大。啊、所以我们要、哦、降服我们的心，因为这个分别心、啊、就是妄心，真心、啊、常住真心，没有分别、哦、是我们落入凡尘根尘相对、啊、才有分别、哦啊、这个都是变化无常、哦、它不会是永远一样的啦、啊、我们知道它变化无常，我们就不会住相哦，不会住相了以后啊，哎，我们真的哦，你对烟对仇人不会那么讨厌哦，对亲哎，你没有那么哦溺爱哦，爱到呢不得了，不会哦，然后啊，就真正的走入中道哦，你落知两边啊，中间无碍哦，则能降伏啊烦恼业。这个哦，在《涅槃经》里面记载了哦，或者在抄的时候啊，把它记下来。露出两边，中间无碍，哦，则能除烦恼业。烦恼业啊，都被你的哦那个中间无碍啊，哎，整个都哦去除掉了。冤亲平等啊，哦，相嫉妒也，哦，就是仇人，我们也要哦度他呢，成道成佛；亲人呢，也要度他。成道成佛，那我们在现实社会来说，哦，仇人啊，你不会去想度他了；亲人你也度不动了。哦，你要度你的亲人啊，
请别人度，你自己呀、啊、度不动。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啊，哦，不容易的啦。因缘，你看哦，我们这个因缘具足啊，多么重要。哦，你因缘不具足啊，哦，你连听都听不到啦。哦，你要听这个课啊，你都听不到。因缘具足了哦，人家送到哦你手上来，都请你听。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那个因缘啊，很重要。啊，都是我们自己呀、啊，哦造的。好的因缘，若人行得啊，哦，十五方便，哦，变得啊，哦，十五种清净的福报，哦，长生的人天，受之快乐，哦，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哦，都是在人道天道了，哦，所以啊，没有说呢回归啊本位，哦，那我们讲呢都讲回归到本位了，哦，那佛在讲说哦。哎呀，现在末法众生，你一下子要他回归本位啊，他绝对就置之度外，把你推到他不想听，他不想听众生就没得改变所以他就会这个十善，只要我们凡人啊行十善就可以升天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佛菩萨都一样有阶段性啦假如说现在没有办法成的他就不收了，收了众生会反感会毁谤，那毁谤了以后啊，进入恶比地狱，反而更糟了，所以他不收，他收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呢研究性理心法，一定呢要把最根底的最就近的都把它呢讲说出来讲说了以后啊我们各个啊能够了解真理，能够呢实际的修持啊，就能够让我们改变真的啦各位就是要了解结剩下三分钟啦给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的？三分钟而已哦。哦，各位真好呢，修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表示哦，不怕改，没有结，没有结啊，表示说对真理啊都已经透彻了解，这个很难得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你有觉有疑不问啊，那个疑啊，一定在心中，那个感不透鬼哦，修不成道，所以都鼓励或者都鼓励呢，大家能够踊跃发问。好，你说。好，你说。没有身体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没有生死，你就进入佛性了啊。没有，你已经觉得没有生死，你就是进入佛性本体了。佛性本体里面没有生死了，那我们有身体呀，身体才有生，才有死，是这样的。还要问的吗？还两分钟而已哦。好，请说。李老师，觉得功夫怎么做吗？就是你心想什么，你身体做什么，你都了了分明，这样就好了，这样就解。你心在想什么，你掌握；你身体在做什么，你掌握。你这样就是解。我们就是怕心在想，身在做，我们都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无明。你觉得无明他跑不出来。还一分钟，还有没有问的？好，请说。杨讲师啊，我请各位再请杨讲师。好，你说。就是舍事用根啊。舍事用根啊，那个事啊，就是我们的认识啊。
啊，把这个认识，因为认识很多因缘际会啊，他才有哦事，因缘际会才有事。啊，我们把这个因缘际会的事啊，把它舍掉。啊，根呢、啊，就是我们的根本，根本呢就是佛性本体呀、啊。好、哦，我们把那个哦事舍掉，用我们的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根，这样了解吗？我们认识啊，认识哦，要有很多因缘际会才有这个事，很多因缘际会啊才有，因缘消失这个事啊没有，嘿，所以知道这个事啊，它是变化无常，哦，不固定的啊，所以我们舍事。因为事啊一直在、哦、生灭变化，那用根一性圆明它不变、哦、用我们根本，这样修会成道。